咁样俾你咗一锤，咁但系唔系呢个教练嘅意愿喎。跟住又讲黄色羊，黄牌。咁有冇啲唔系精神病嘅旁述检测员啊？你集街集团捞啲。啊，有冇啊？有呢啲嘢。住你啲牙肉，等你食得刺激啲咯。丝黄色刺猬儿童牙刷，有冇保暖噶？网络星星嘅地方，观星台会场。喂，点解连细路女你都利用去搞滋扰？吓、啊，跟住又感冒，我想见正常人嘛，你又搞冇？O K，暗语，啊，讲俾个几个，睇下咪又系感冒依家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睇《杏林在线》。癌症喺世界各地嘅个案都越嚟越多，单喺2012年，全球大约有1400万宗嘅新症，超过800万人死于癌症。医学界发现，我哋可以从生活讲十四系咪啊？癌症都系有机会五星期啊！今集我哋请嚟卫生防护中心高级医生董立仁医生。高咩级啊？上真下难，就算真系俾我视为低等噶啦。得啦，唔使讲啦，我唔知你讲十四个战犯，净我神主嚟讲。讲中国国旗，唔使歧视啦。上真下难，就算都系低等。咁啲风险因素就包括有真志气嘅。好骨嘅，都唔幫政府打工嘅，出去開醫院。